默的 YouTube 频道眼球中央电视台目前拥有高达121万的订阅，不料日前他却宣布频道将于本月31日停止更新影片。近日他将参与全明星辩论会，22日与陶晶莹出席记者会时谈及停止更新影片一事，他坦言自己单纯觉得网络我做腻了，想转换不一样的环境。事实上他曾提到频道目前越来越公司化，让他心相当累，出席记者会时再度表示自己经营频道快八年了，主要是以时事为主，不过自己现在对于时事也慢慢觉得疲乏，看太多东西，再加上有很多垃圾讯息，在吸收的过程有一点被掏空，所以自己才想换一个环境。我觉得单纯是因为网络我自己做腻了，然后想要尝试一个不一样的环境。哇塞，网络还可以做腻。哇塞，我们都在努力往里面挤。对啊，桃子姐的那个频道弄起来，Podcast。